老贵呀、啊，哈、啊，你哦，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吼，相当的奇怪。什么问题？刚才我跟你很熟很熟，可能几年了，结婚五年了，五年啊，都有得呀。这主要是有钱看是个哪样问题？讲人会啥得呀，别啥得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死老贵，我早下叫我补阿古啊，我给伊路的新闻吼，你看，伊以前啊，很好的补的呀，哎。等于佮小姑娘佮当那钱咯，这个佮都好闲，有得呀，多奇怪的咯。本来呀、啊，这里是看戏路，我应该可以搞戏正，但是吼，佮人无说无奇怪，我仅仅个现在佮人耍皮套。讲你带我什么谈耍皮套呢？就是安那说哈，你看，对那些鬼鬼迷，你是谁？搞那钱多了，佮搞个这个鬼迷你是谁？不用谈说，去过就。俺就安那讲，我才过到。看你呀，那真好，看见的是个风水宝地。这以后呀，有很难吼，有实实有这个皮沙袋呀，过得拢叫干咯。老贵，你干啥去哦？不懂，你部门的人拖拖了。这个朋友啊，你这个朋友，当你朋友嘛，互相帮助了哈。厉害了，兄弟，开始你的表演，你的演出让我真的很长眼。